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让大家强好了运动的，有我们林振刚物理治疗师以及高景荣老师。准备好吗？运动一千，我们先来做暖身操。对，两张书先放在我们的骨盆，好，然后你颈椎先往前点一步，好，勾完走脚，很好，慢慢来走，好，这个暖身操呢，可以让你的腺体慢慢的热起来，好，再整脚，走脚，很好，过来，哦，你很好，很白哈，后面。对，勾往后面伸，好，给勾寸好，抽签带我，好，再整勾，啊，勾黑白，好，我们要准备往左右边喽，哈，黑白，好，来右边，很好，勾整片，好，在右边，好，慢慢的。不你也勾走在寸好冲的哦哈，嘿，再往旁边一点，好，搞来，好，我们换前面，左边很好，前面，好，往后面哦 ，Help boy， 好，后面，啊，整片来，好，整片，左边，对，很好，哦，你有感觉在整片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左右边继续做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不然你的身体慢慢的捏起来，等一下走轮筒的时候呢，你的肌肉的伸展度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不会受伤哦，哈，来左右边，好，再继续，好，来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调整一下呼吸，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那。停下来，好，你准备来走下一个运动哈，好，两只脚，让我们跟我们的肩膀一样宽，好，然后手慢慢呢，嘿，举起来，让你的肩头偏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运动嘿，左上右上左下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够偏。对，很好。现在换左上右下来，吸气，吐气，走熟，很好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，狗飘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。这时候慢慢的走，再让我们的身体往左边来，因为感觉你的身体走偏，整偏为有点偏偏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再熟扁飘哎。OK， 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左上右下，嘿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往右边来，好，记住读十二寸力喽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数，飘哎，很好，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往左边来，好，这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变得好捏嘞，好，我们可以再往左边再伸展。好，在这边停留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扁平，哎，好，往左边哦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，好，停留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平，哎。好，再来一次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手放下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右手上，左手往后背松。对，因为刚刚可是读十二寸力喽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放下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你有感觉身体硬硬啊？你要准备来走运动喽。暖身运动走好了，
歇下来，你手来走轮筒嘞。今天的走轮筒呢，是预防午时间啊，动动的长辈会讲，哎，我手欠皮了，所以今天的轮筒多做哦，哈，可以让我们的手举得更高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两只手，溜溜的手，半的那跟头，好，我们要做肩膀绕圈圈的动作。好，来以肩膀为轴心，好，独时用力。我们先来慢慢的画一个圈圈，好，一开始你走的把圈圈画小一点，好，对，慢慢的向头前过来。好，当我们这个画圈圈做了几次之后呢，你走的把这个圈圈画好台的哦，对，慢慢的画好台的哦。好，刚才你已经有五十间的朋友来讲吼，你就不用画那么大，没关系，你走得发好，用办穷爱用你发好谁的哦哈。刚才你的活动度很好的话，你是走在穷我们的景龙老师啊，或者是正刚老师一样，发好大圈一点。对，慢慢画圈圈。这时候呢，先来放松一下，你肩腿的肌肉哈。还有关节哦。好，我们再来三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很好。哎，数表好来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刚刚是往后画，对不对？好，压下呢，我们再往前。好，不同的肌肉而走放松哈，一样数，变得你更跳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往前。哎，一开始也是还不要做那么大，没有关系哈。你走在小一点的圈圈，慢慢的画圈圈。对，好，当我们呢活动度慢慢变好台之后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哎，画更大一点。好，我慢慢的把它画更大圈。好，这时候做运动要注意哦，独时一停而出力。好，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直线的位置。好，活动我们的肩条。好，画圈圈，往前画。OK， 好，来放轻松。这时候我们的肩条呢，已经有稍微做一下运动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做更比较厉害的运动哈。好，你两只手 ，same。与肩同宽，然后让我们的手肘哈，弯起来90度，那个、掌心向头前哈，好，这时候独时会用力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像一个灌闷样哈，那个手掌互相走在扁豆，对，用扁豆，那有的朋友可能用办扁豆。没有关系，你是到这里就好了哈。好，如果走在扁豆，你就把它往内再收一点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勾，慢慢的打开，好像芝麻开门一样哈，勾到一边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舒胀扁豆，舒胀，对，很好，两只手可以碰在一起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慢慢的打开来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用我们前胸部的肌肉舒胀扁豆舒胀，对，很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芝麻开门咯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舒够表好了。休息一下，你狗来走一遍哈，因为很多五十间的朋友来讲哈，这个动作都觉得有一点很很的哈。好，来手平举，好，狗来，对，弯起来90度，吸一口气，啊，手掌扁动，对，很好，90度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给我打开来。好，跟我们的整个身体是平的微缩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给我慢慢的变下来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赖嘿身体侧边的肌肉哈，好，把我们的右手喵到安尼的肩颈，好，溜溜的喵到，从安尼啊喵到安尼肩颈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走熟，慢慢呢像要去喵到安尼的膝头外侧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的侧边的肌肉就会被拉得有一点很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再回来。好，数走的表，好，来休息一下。哎，你搞来走一遍，好啊。好，来一样整熟。对，喵，哎，你赶紧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往下，从右喵到哎你的膝头。对，很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再加油一点点。从右喵到膝头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再回来。好，数表下来，哎，你压完走熟哈，走偏一样吧，走熟喵到哎你，对，可能是耳朵后面或者往下一点到颈颈都可以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紧熟，对，喵哎你膝头外侧。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勾回来。好，有没有感觉你手臂有点痕痕？好，没有关系哦，勾来加油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勾慢慢的喵，从右喵到膝头侧边。好，我们要再挑战一下哦哈，吸气，吐气，勾往下摸。很好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勾慢慢呢回来。好，哎，你勾了一遍了哈，加油，吸，好，吐气，慢慢呢瞄我们的膝盖的这边。好，这时候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勾加油，对，加油哦，勾瞄，对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勾回来。哦，会觉得我们的身体的肌肉被拉了，很轻松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中摆运动。那动动有时间的朋友会讲哈，就会讲啊，肩头按痛，动痛，连听痛都会痛。这时候中摆运动就很好了哈。我们可以弓箭步，整脚向前，走脚往后，稍微溜溜，有一点弓箭步。假使你不卡有那个哑铃啊，或者是保特瓶，就可以准备好哈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动作是利用 any go 的力量，往前、往后的摆动哈，来带动 any 数鼻的力、数鼻的动作哈。好，来身体慢慢的往头前，整数走在半的 any 的膝头，好，让手自然的下垂，从一千 any 的失重一样哈。好，利用 go 往前。往后，哎，你的鼠鼻，对，就会开始自然的摆动。每哎，你鼠几个出力了，哎，你很用脚，利用脚的力量，还有前后摆动来走这个运动。对，就这样往前，往后，好，我们走偏，一样哈、哦，走鼠走的半的，往前后摆动。这个运动啊，对五十肩又肩膀疼痛的您来讲哈，这个运动很好，因为完全不会痛哈。好，这样子慢慢的摆动。好，有没有觉得我们全身的关节都被活动到了呢？希望大家呢，冲啊走运动，哎呦，你的身体是为健康哦，